先把这些绒毛卡一下。我们这里近边的蕨菜基本上都被人家摘完了，有的又还没有长出来。我的这些蕨菜是跑到很远的地方摘回来的。看这肥肥胖胖的，太招人喜欢了。现在把蕨菜清洗一下，这把等会炒来吃，那些就晒干做成干蕨菜。起锅烧水，水开了，把所有的蕨菜都焯一下水，焯一下水，然后就捞出来。油热，把蕨菜倒进去，炒干水分，然后放入大蒜、爆椒，稍微来点花椒，来点老抽、盐、鸡精，来点蒜苗，出锅。再来炒个豆腐，来切点肉。锅内油热，先把肉倒进去炒一下。倒入干辣椒和大蒜，然后放入豆腐，翻炒几下，放入盐、鸡精、老抽，加入少许的山泉水。先焖一分钟，翻动一下，再焖一分钟。来点蒜苗，出锅。今天就做了一个酸辣蕨菜，还有一个老豆腐炒肉，开始吃饭喽。不知道蕨菜是管用，你吃啥子蕨呢？大自然的馈赠就是香。这咱又是学的嘛。炒蕨菜可以像我这样放点花椒，这样吃起来更香一点。再来一碗饭。今天这个老豆腐也非常的好吃，两种菜都是家常做法，特别的下饭。把这胖根的稍微撕一下，然后把蕨菜放水里泡上一夜。把泡了一夜的蕨菜铺到这个簸箕里面，
然后放到太阳下面晒干就可以了。